大家好，我是吴品轩，我想我应该就是妈妈界的超级女王。吴品轩穿低胸装接小孩，妈妈超模包藏智儿法宝。妈妈穿这样其实蛮性感的，就是蛮凶的。因为妈妈其实也有在比较，就是我们去学校的时候，你看小孩在等放学的时候，一个这么漂亮的妈妈进去，他们能多有面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在妈妈界是赢的，就是去接小孩的时候，前三有了。育有双胞胎儿子的名模吴品轩接受苹果搜身，话题免不了都绕着小孩打转。现在挑东西都跟小孩有关，所以除了它很轻很舒服可以背之外呢，造型也非常的重要。你看它的随身小包像不像一个手枪？小孩很喜欢拿这个来玩啊，上面都会塞一些糖果，这个就可以让小孩多拖他十分钟，让他安静安静五分钟吧，五分钟。因为 我包包里面所有东西都是为了拖小孩而存在。然后呢是这个喷雾，它是随时可以装香氛或保养品进去，而且这个又可以帮妈妈们再拖小孩十分钟哦。工作之余忙着带小孩没空保养，面膜就是最方便的好选择。其实面膜可以一起玩，还蛮好玩。我撕面膜都他们帮我撕的，我常常一敷上去他们就要撕下来。对，也是麻烦。再来就是钱包，钱包蛮，我选钱包的那个条件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很小为主。那如果有时候只是带小孩去公园，或者是去楼下便利商店，我通常包包都塞口袋，所以我的钱包就是一个小。哦，这个啦，这个啦，这个东西我要推荐给所有的妈妈们，因为我有两个小孩，然后我们一出去吃东西的时候，东西都很烫，所以我就会带吹风机来吹他们的食物。对，我觉得蛮方便的。所以这个其实是吹风机。吹风机啊，它是可以吹头发的。哦，讲错了，电风扇、啊。电风扇咔咔，电风扇很累很累，早上送小孩上学，再过来梳化很累。时尚动新闻，双宝妈辛苦了，报道。